好。你的粥，上班要迟到。你不是想了一路了吗？我没有。猫，对不起嘛。紧急情况，体谅一下。忽然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为什么怕被别人看见？你是不想对我负责吗？我没有。那你为什么要躲？不是我，哎，你不要误会。那我们就这么，去公司。哎，我不是嫌弃你，你看。我们俩现在虽然谈恋爱在一起了，但这里是公司，你是公司的老板，如果被别人知道你搞办公室恋情，那别人会怎么想？要是他们也……你这些废话说服不了我，我不在意别人怎么看。哎呦，我反正我不行。好，都依你。不过不用喝。10分钟以后再上来，以后我们俩上下班的时候都要错峰坐电梯，不许被别人知道我们俩谈恋爱。